孟子谓戴不胜曰：子欲子之亡之善于？我明告子，有楚大夫于此，欲其子之其余也，则使其人复诸，使楚人复诸。曰：使其人复之。曰：亦其人复之，众楚人修之，虽日踏而求其其也，不可得矣。隐而置之庄月之间数年，虽日踏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。子谓薛居周善事也，使之居于王所。在于王所者，长幼卑尊皆薛居周也，王谁与为不善？在王所者，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周也，王谁与为善？亦薛居周独如宋王何？